今年我哋浸大視覺藝術院獲選為今年香港 Art Basel 嘅大學合作夥伴。今次我哋嘅展覽主題就係他們立於末世 ，Women at the End of the World。我哋3月21日至到25日喺會展有個專屬嘅展覽攤位，由而家開始至到4月2日咧，就會喺浸大啟德校園嗰度舉辦一個平行展覽，展出4位女校友嘅藝術創作。今次個展覽嘅議題好有意義㗎，快啲嚟睇啦！